但是我曾经碰过一个自己打鼓打得很厉害的老师，但是我跟他组乐团的时候我很痛苦，因为他打鼓没有感情，没有感情，然后他点都对得很漂亮，可是他没有感情。哦，打鼓就是砰砰砰砰啪啪啪啪啪那样吗？为什么会有感情？哎，一样是一个锣，你这样子敲下去，锵跟